早安。啊，今天是我们的圣心社区南部两日参访活动，现在游览车已经来到这吉祥路这边了。东石渔人码头。现在来到东石码头这边哈，准备搭船。啊，我们准备搭船游外山顶洲。东石渔港，平安号，我们以车坐的是平安号，我们齐哥在前面哈，准备带队。上船了。所以啊，那个叫做白鹭鸶啊，它其实啊，那个白鹭鸶哦，有这沙西种、大白鹭、中白鹭、小白鹭，哦，还有一种黄头鹭啊。它结果呢，我们海边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大中。今天我们的几个伙伴在船上哈，准备往外山顶走。今天先生赞不赞？赞。就好好玩哦，好赞啊，欢迎你们来哦，要来玩哦，大家在上面用享受，用享受午餐。这没问题啦。结果你都没来过，来了，我都来三年，也
森林。大东公园占地很广，那个黄光明来这边等待我们呢。要母亲饭啦。这是黄光明的地盘。啊，这里是哪里啊？高雄市。啊，大家站一下啊！站。OK。这是公园湿地的一个角落。高雄展览馆。走吧。来，现在我们圣心社区旅游的第一天傍晚，来到高雄星光码头。啊，现在我们准备在星光码头这里看后面的夕阳。啊，我们的伙伴在这里。啊，这个自我介绍一下。不用功，已经何松林，钟树明，田大哥，曾德吉，张国贤，文章，今天我们很愉快的来到这个星光码头这边啊，希望留下我们美好的记录。OK， 好，现在来到香蕉码头博尔特区这边啊，来这边看一看。香蕉码头这边啊，博尔特区这边，现在后面是高雄港，而且这个夕阳可以看到夕阳啊。啊，现在我们几个伙伴在这边啊，留下我们的影像记录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过来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六合夜市啊，在六合夜市这边，我们准备逛一逛六合夜市。好吃的，我们还要买五倍券拿出来用，哎，促进高雄的发展，高雄的消费，啊，走，要干的事情 ，OK， 哎 ，OK。你看六合夜市怎么样？啊，不要找人了，不要找人了啊！烤虾哈，泰国虾，泰国虾好吃哦。哎，这个好吃了，不错。泰国虾，这摊台南担子面很有名。这个，这一摊海鲜粥是最有名的。最有名的海鲜粥。这乌鱼子很有名的，乌鱼子很有名的，我卖很久了。太香了。到了旗津海边看一看。来，现在我们圣经社区第二天的旅游来到旗津海边。啊，我后面是旗津的沙雕，啊，可以看到啊这个白色的阳伞，还有这些沙雕，啊，漂亮的海滩。哦，我们的伙伴啊，再看看我们的伙伴啊，这些都是双枪式的队员比较多哦。哦，当然，我们的理事也在这里啊。啊，这个是很开心的一天。哦，愿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壮大。OK。
前面是宜津的干货市场，有小鱼干，还有一些一类的加工品都在这里。菜市场里面的啊，南瓜特别多，啊，南瓜特别多。宝水哥，你要买南瓜吗？白柚，麻豆白柚。香酥鸡、煎饼、蚵爹，嘉明，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你看这个老街，看你要看这些老街这个景点啊。这个老，我们现在我们的伙伴现在在青铜老街这边啊。啊，青铜老街就是一段老房子啊，保留着老房子，形成了老街的景象。都是木材做的。啊，那文青在那边很高兴的在欣赏这老房子。现在我们来到台南后壁青铜老街，啊，这里哈，我们老街最典型的房子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就是老街最典型的错啊，这个在来这个老街呢，就是体验一下我们。啊，先民农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景象，让我们体会。OK， 我们来到青铜老街这边哈，在我们的五米乐的这个典型的斗笠啊，大家带起五米乐典型的斗笠啊，在这边站一下。OK。大家好。结束了，今天是晚餐，那新的李刚斯团队哈，真给捧上嘛哈，希望大家不想哦保持啊，希望哈啊，过年呢，过年一定可以提早办理了哈，啊大家哈，谢谢。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，感谢铁道自行车的赞助啊，还有三义乡农会，还有罗桂新议员啊，还有李云熙顾问。
董事长，还有圣心肚皮五八